听说我一上去会直接蹦，你是要坐着之后直接掉吗？我不知道原来石头教给我一个这么困难的一个人。好看，好，哎呦，我的手真的好痛啊！现在没感觉，所以现在有点脑震荡，就是微晕。那你现在可以卖力上去吗？像铁球一样冲，可以，很好，那应该很熟。又要搞笑，然后又要动作到位。我等下扮演的是克里斯汀，然后我唱的是 Beautiful 美丽。来。然后你后面要假装在找音，因为其实你有走音，你要。有啊，你竟然忘记我，真的太可恶了。有身体工作，做。我是马丹娜。可以，我今天的装扮是，我今天装扮是那个跟 Big Power 一起合唱的那一个老，算是老，好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那个男生都会有一点尴尬，心里面就加我到底在站在这里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为什么要一直站在这里？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，所以啊 ，MV 出来就会 My God， 你叫我说，就会像这样子。那天，那这次非常开心，能够来参加这群人的这个超虾翻唱。啊，邀请小弟我来参与一个这个 Mariah Carey 的 Touch My Body。触碰我的身体这首歌呢，我觉得效率非常的快，而且玩得非常的开心，所以很期待这个成品推出，然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在里面演一个腋下湿掉的男生。真的觉得每次尼克的光头都很像。好。哎，我们刚其实弄了几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们造型弄了两个小时，衣服拍的大概30秒，三十秒，大家一看结束。那这个跟大家介绍华生，哎，小颖，哎，西昌天王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艺术化，你那个还有点流行的英子，不是，你有点像那个哎，《七龙珠》里面的一个女生，什么？没有艺术化，说是那个十八号，
八号。当造型师说我是月光仙子，月光仙子，月光仙子。所以你的朋友，我跟你解释什么？你今天怎么造型？今天是周杰伦，胡须章，胡须章，不是你平常的样子。哎，你没有化妆吗？哎，可以，你这样比较好看。你这样比较，朋友就这样好。我有问题哦，你的肤色有感。没改哦，所以你本来是真的黑。我们期待真正的西城男孩复出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们是西城男孩。3月15号，新庄里八德街社区小剧场，我们的演唱会，记得等你哦，等你哦，来哦。你还在为听不懂的英文歌而烦恼吗？格莱美全美音乐奖最怕的歌单，情歌史上最佳的一张合集，一张情人节都过了才开卖的情歌宝典。